大家好，我是科技超级体验官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软件，我已经把它给安装好了，它有什么作用？大家看我的操作，安装过刚才那款软件，鼠标右键上会增加一个选项，彩色文件夹，我们可以给我们文件夹增添色彩，你看。已经变成了我们设置的绿色，我们就随便可以设置颜色。它不仅可以给文件夹设置颜色，还可以给我们的文本也可以设置颜色。我们的文本呢，颜色已经设置好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夹呢，颜色改变了，看起来特别可爱。那么这款软件还可以给我们的磁盘也可以改变颜色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样呢，我的电脑呢，这里面的磁盘呢就变得比较有意思。如何把它们给改回来呢？右击选择默认图标，它就会改回原来的颜色。这款软件里面还有别的功能，特殊标记，还有可以设置透明的，也可以改为自定义图标，就是把这个图标呢。改成你设置好的图标，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。好了，这款软件的其他功能呢，你们自己去测试吧。希望这款软件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快乐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